咱们这台铲车现在已经准备打包了，看看这个地下木板，马上已经挖走了。看看这个好大，太大了，这个要搞一个大木箱。看看有大多大，你看，你去比对一下，你看一个人占了你看，这对比啊，坐上去，看看。你那压不断，啊，有点弯，嗯，对，好。咱们这个围板现在已经搞好了啊，四个面初步成型，下面的话咱们就把这个加固定了，这个里面两边啊，这个边上把它固定，让这个车子不要这样来回晃动就可以了，然后上面顶上给它封起来就可以了，就算打包完成了，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了，还有一半的工程。咱们这个差不多都好了啊，这里都做了加强处理，很稳当的啊。咱们这把这个放进去，把这个遥控器啊，这是充电器啊，这个是充电器，把它放里面。然后这个是遥控器，咱们要保证这个配件不能给它丢掉了。哥哥在家的话，叫哥哥也来啊。对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盖子给它封起来。